新风范轻奢生活，一周的朋友，腾讯时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穗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每个人的时尚态度是不一样，对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。在我这里是因为可能我性格的问题，我会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，然后本身我的性格是可能我不太希望别人太过于关注于我，所以我可能穿衣服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简单，然后随意，然后精致就好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就行了。如果说非要说穿衣风格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是看心情。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把自己穿的打扮的酷一点，但有的时候你可能反而是休闲，特别特别温暖的那一派。对，要看心情。